我看好一个，你双法师对方的这个魔女收益贼高。深圳这个阵容中期必须发力，对，第一，你前中期打不死 ，Y， 后面就没得打。哎，不过 G 也对，我觉得教练选的也没问题。经验本来不就是这样，就是要打前中期，相信我，就这么回事，就是你打后期这边敢，这个位置接一个幺幺，接二闪，复活给完，完了这波要炸。直接吼死了，特别再给输出反打过去，凯有点撑不住，反正再做一手大招封死走位，凯被打掉，特别找到甘家茂的位置，这一波了，张飞飞闪现一个拉拉两个，再往前走一步刷下，这波就炸了，各位集火打掉五个人，再集火没必要救啊，一波追击直接击杀，然后我们提前可以恭喜 SYG 拿到自己的赛季首胜，3-2战胜17分48秒，让我们恭喜 SYG3-2第一时间没有战胜的视野，立马五个人。哦，真的，这一局的MVP 啊，我自以为是这个张飞，在这种已经时间跟输出越来越不够的情况下，靠一手张飞解决了太多太多的问题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想到那句话，就是关二爷说过，某有一三弟，姓张名飞，字翼德，万军从中取，提将手级如探囊。追他，追他九月，揍他九月，揍，很灵活。在跑，揍他，揍他，有蓝 buff。山野之间，一啊，辗转腾挪，张子扬点一下梦一二技能，烫他，烫到了，点到了，再拖一手，烫他，接到反拉，大招卡住他，他一闪，来回飞，张飞大招，好好好，位置，机身距离啊，一码，再给输出，反打过去，凯有点撑不住，关键再做一手大招，开刀，再往前挤，一码，好，我一巴掌，一巴掌。再往前走一步，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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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在这种已经时间跟输出越来越不够的情况下，靠一手张飞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解决了太多太多的问题了，你知道吗？有啊，减速，猪八戒也来了，完了，死了，牛逼！他这样跑的位置不对，我说实话，闪现能走，张飞吼大，吼大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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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跑酷吗？不是小马，我觉得真的直接把我队友这边跑都跑掉了，我说真的，一波了呀，小心也死了呀，一波了呀，张飞吼拍小心，小心也死了呀。一波了呀，小心也是，露娜也是那个再把，哎呀，这样啊，哎，这把输的，哇！小乐最后跑的位置不对，他直接往队友身边跑，真的死不了的。九月是露娜真有说法呀，有神，确实。第一时间没有找到机甲满的视野之后，立马五个人哦，真的，这一局的 MVP 啊。他也脱节了，两个人直接白给了，完蛋了，第八季再一个打干将，哇，张飞一个人把干将给切了，加入谁中啊，这干将的输出，这个张飞的输出，再一个打一波追击，一波直接击杀，然后我们提前可以恭喜，我们提前恭喜 XYG 3-2赢下 DYG， 我只能说啊，沃克他不懂，他不懂，第一时间没有找到机甲满的，这都敢放露娜，哦，真的，这当第五把还没开始的时候，我就说了 ，YG 这把不想露娜，一定不能放给 YG 露娜，听见没？主播还是稍微懂一点 YG 的 ，YG 不能放露娜，可以放鲁班大师黄忠 ，YG 的鲁班大师黄忠赢不了。机甲满在跑接呀，张飞跟猪八戒在卡。机甲满死不掉的，赶紧帮呀！凯往前，往前，往萌芽头，萌芽这个位置已经空了呀！回头凯开大往萌芽脸上顶呀！这不打吗？你把大留到下一局吗？哇 ！DYG 这在这个打 DYG 打的，我就这个就笑嘻了，好吧？你硬让人家四个人追着把机甲满从上路追到下路，你凯那个位置看到萌芽放空，根本就不回头。这好吧，恭喜 XYG 啊，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，拿到自己的赛季首胜，3-2战胜深圳 DYG， 在这艰难的熬，牛逼！这波张飞也是一口大招，侧翼的喷进，对吧？哦，真的，这一